我要把车还了，这次旅行就结束了。大家早上好，小野妈要开始做早饭了，两个孩子还没起呢，我们把早饭先弄好了。这个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住的营地啊，我们已经吃过早饭了，然后把车现在收拾干净，把污水排干净，马桶洗干净，我们现在就往回开了，大概一个来小时的路程吧，就可以到那个车行，我要把车还了，这次旅行就结束了。不知道我这个前机盖这块伤应该怎么算呢，一会儿到了再看吧。然后这个营地呢跟普通的营地不一样，它这就是一个停车站。OK， 然后这边有个机器，你要自己付费，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助的，是11块钱一碗，然后自己付费。然后呢，这边有水有电，都是自己付费的。啊，这地方也不错。好吧，我们往回走了。我现在时间是10:55。哎呀，我跟车行约定的时间是11点还车，我这时间卡得太棒了。好，我们现在交接一下还车的手续。现在交接手续办得很顺利，也很快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家了，看看我这个车，我觉得连只苍蝇想飞进去都难了。后边还有几个自行车，我的天哪，真够辛苦他的。这次旅行圆满结束，接下来就是看他那个车定损的情况了，那个机盖维修的问题。再等等邮件就 OK 了。好吧，我们也好好的休息休息，挺累的这两天。好吧，谢谢大家。